哎，不得了了！然后，开放了，全新的出不去，而且居然出了一个新职业啊！我的天啊！哇塞！这么小高追啊吧？新职业零售师啊，零售师啊，还有我们这边算的这个啊，这个啊，也可以男的，可是我觉得都差不多没有差很多。新职业零售师的一个，先闯进去吧。本来想说这期已经玩到一个不知道说什么了，想不到要出一个新职业，让我又开启了全新的人生，哈哈，好帅啊！就他作为新职业重玩，你就会觉得很新鲜啊，就这种感觉吧。然后我觉得全新的开始，全新的诞生。我们先整理小背包，不然我一定是最先生气的那一个。大家先看技能啊。我的天呐！诶，召唤师吗？诶，那个是回城你在干嘛啦？哦，我的天呐！那我不就要走回去？受不了，不行，到回城。因为我也可以看他的技能，想不到被骗了。现在这边，什么？你这是在耍我吗？只是他也太容易让人家，太让人家容易进去了吧？这星真的很漂亮，所以它诞生在绵绵岛。绵绵岛是哪家？哼哼。哦，好可爱哦！莫名其妙。它自动走路给我乱走是怎样？我觉得最先抓狂的一定会是我。中走路给我乱走。我看一下技能呢。哇，一开始就会跑伤了，哈哈哈！
这些游戏的过程了。